晚安奪旗，時間2:15，呢個已經頒獎完啦，但係我哋班係冇班褸，因為仍然都未決定嗰件班褸係要咩色，教方就係冇，而家仲未出錢去買。好困啊！安先，英文嗰個佢報 Zupers， 佢話你報咗之後，你俾自己一個信心，就係俾自己一個期望，就係英文攞二最少。但基本上全體人都參與，咁我都參與埋一份，都係。港鐵沙田站、青衣站、葵芳站、太子旺角站今日重開，佢話有部，特別係以沙田站、葵芳站為例，部分一啲破壞舊的設施未修復，聽日9月24號咩學生會嗰個選舉，跟住我記得我哋舊年中午嗰個學生會嘅選舉咧，即係我睇咗個問題，講咩啊？點解嗰個學生會嘅宣傳片冇露樣？跟住係咪話怕醜唔想見人？但後屘嗰個學生會嗰個會長佢話，我覺得你講嘅有啲冇成分，即係話你係咪真係咁細膽？呢、這個唔代表冇人，呢、這個細膽兩個字都可以叫褒義或者貶義，但到底都有一句，到底怕醜點解係人身攻擊？呢個係一個問題。再逐個，雖然我都從來都未有聽過人身攻擊，都係乜都定義到算了，我都係聽日都唔睇嘅，反正都冇乜嘢睇，都係嚟去都係好，都係好多人都問會唔會搞電競，跟住話學生會有啲咩好做。不知道一陣間跑步又會唔會俾我撞到個人？琴日我都撞到佢，但係唔知今日我撞唔撞到咧？嗰段時間，咁如果真係又再撞到佢，佢可能講話：喂，呢個細路，我又撞到你嘅，即係你信唔信我報警啊？你騷擾緊我。但係我記得我講過話，
跑步怎樣騷擾人，跑步怎樣阻住人，這個是一個想法，難道我懂心靈騷擾？他說如果再見到我阻礙他就報警，即是你這樣做是濫用警察的職務。睡不著，但基本上如果你吃完嘢之後睡不著嘅話，有機會仲肥，因為你嗰啲嘢都殘留喺體裏邊，跟住脂肪會積聚。